控政權，聲音有價，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5。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黃陽達、黃毓民。早晨，大香港早晨，今日 My Radio 同埋《遠時報》聯播嘅早晨節目，今日係6月16號星期二嘅咁樣，咁就你哋應該起身嘅時候就比較吃緊啦，比較吃力啦，因為你哋要翻工啦，即係我哋翻咗嚟啦，我哋已經翻咗。點解辛苦呢？因為尋晚你哋睇《他來自江湖》啊嘛，唔知道你第一集，第一集其實好似唔係好睇嘅，如果我冇記錯，因為我之前喺 YouTube 咧追過十集八集咁樣嘅，咁之後就又停咗啦。我對劇係冇乜大興趣，咁你慢慢繼續努力啦咁樣。咁就其實夜晚都不斷都係多節目嘅呢排嘅五光十色嘅香港，無端講到八十年代就係今晚馬爾代夫喎。今晚香港紫晴對馬爾代夫飛就話賣曬啦，應該就係都係黃國昌已經話賣曬啦。係啦，咁大家繼續開個歌啦，笨咁樣，咁就係呢個節目。咁節目簡直係晚晚都有啦。咁就除咗係遠時報嘅節目之外咧，咁就之後都有開始嚇其他嘅聚會都有啦。咁就禮拜三開始咧，咁就係喺立法會門外啦，就繼續有 party 啦。大家有唱 K 啊咁樣啦。係啊，唔講唔唔係好多嘢啊！你又真係講得啱，呢個世界好多嘢唔講係唔記得嘅咁樣。唔係，因為要提下今日我哋有成半巴人喺度。今日我哋有都係仲係新主持嘅 Jimmy 啦，有 Emma 啦，有譚仔啦，有譚仔而家好勁喎，譚仔有阿薯教做節目，係啦係啦，有冇覺得做得好咗？但你啱啱咪後啊，貨金多咗喎，阿薯教你之後你要多謝我真係，真係開心啦。咁另外今日有推咪嘅雙傑，咁同埋推咪嘅見習生。咁就係 Ian 喺度嘅 ，Ian 都見習呢個推咪啦。咁一翻嚟我㗎，你推咪不如開封 Ian 一笨咁樣，我諗住咁。咁但係 Ian 今日有個重大任務，已經係成功解鎖啊！Achievement unlocked 係啦，咁就係佢幫我哋買早餐嘅，咁係一個成功嘅推咪員，係做到佢應有嘅責任嘅。同埋大家見唔到佢嘅造型，大家都話佢今日嘅造型影低咗，好外賣仔，影埋之後會擺翻上一個外賣仔嘅造型。本來我今朝都唔肚餓，一見到佢嘅造型我就即刻想食啦，就想食早餐啦咁樣。咁就多謝 Ian 幫手賣早餐，咁我成半單人喺度嘅，咁但係大亨又唔喺度，因為始終都趕書啊，辛苦啦咁樣，咁啊交咗俾我哋咁樣。頭先我講夜晚開 party 咧，就係講呢個立法會啦。其實呢排關於政改嘅新聞咧，都係密嘅。咁啊尋日講兩單啦，即係尋晚阿預政治都講兩單啦，講啊。長毛啦，即係講嗰個一億嗰個問題啦，咁而家昨晚仍出聲明話廉署查啊嘛，跟住咧阿長毛嘅反個回應係佢證實咗係老廉有人揾佢啊嘛，有人揾佢即係要調查呢件事咁樣，咁我覺得調查嘅話咧，即係做人真係要公道嘅，調查嘅嘢係應該過咗呢個表決先，就逐個投贊成票嘅都要查嘅。咁樣，因為睇下佢哋有冇收錢啊嘛。你話如果投贊成票有一億嘅話咧，咁係應該每一個投贊成票嘅都係要問佢嘅。咁老臉辛苦啲咯，查幾廿個咁樣。咁希望佢努力啦。咁但係如果關於政改方面咧，就禮拜三就舉上去立法會啦，係咪啊？佢而家係咁講咯。應咁就係啦。佢而家係咁講咯。幾推寫哦，要咁寫啊。咁啊嗱，懟上啦，咁啊預計咧17至19號就會有個辯論，跟住表決。咁點解會咁快呢？就因為其實每個議員咧都只係得一次嘅發言機會咁樣，咁所以嗰個表決嘅時間咧，其實都已經喺掌握之中，亦都係計劃之中咁樣。咁就
沉即係多事討論啦，即係同埋講完長毛，跟住講炸彈啦，跟住咧今日就大部分嘅報紙咧都話哇呢班友啊準備揾炸彈炸立法會啦咁樣，咁就哇大家乜？你不要以為我哋對唔係，即係唔好以為一眾人士對民陣真係咁大嘅憤恨啦，未去到炸死你嘅，冇諗啲咁嘢，冇諗啲咁嘅嘢咁樣。咁啊咁嘅事件，但今日就唔再討論啦，因為尋日都講咗啦。咁主要咧今日就係都大部分嘅報紙都會提咧，就係話喺聽日開始啦。嗱，聽日開始就個滾動式集會啦，咁就民陣搞啦。咁佢話原來佢話係號召，佢話想號召數以十萬人去嘅喎，佢上次想有五萬人，有3500人到咗。但係今日你講禮拜日個遊行，係遊行三千幾人。佢個警方報翻出嚟係3140人。你有重影啊？你散光啊對眼？佢警方報嗰個數字3140人，民陣報嗰個數字係3500人啊嘛。係啊。警方報幾多啊？3140人。哦，是咩？唔係二千幾咩？佢話二千幾，最高峰嘅時候三千幾。係啊，咁都多人喎，咁都多人。咁但係佢預計五萬人噶嘛，咁佢而家預計10萬人，咁你咪預可能有3000多人去咯？喺度入去差唔多啦，唔係其實你立法會門外坐幾多人，你大致數到噶嘛？唔係嗱，即係有咁講，無端岔開少講數人呢個問題。咁咧，你咪每年咩遊行啊，乜鬼燭光晚會啊，咁咪話自己有幾多人、幾多人、幾多人、幾多人嘅？咁 even 我呢兩年喺尖沙咀搞六四集會咧，咁我數人嘅。你哋對數人有冇概念㗎？我想問其實我好想知係點樣數嘅，因為嗱，譬如好簡單，你目測你係唔知噶嘛，即係你多超過咗10個人。人嘅時候你就開始空泛嘅啦嘛，嗰種感覺就係超過幾多啊？超過20人啦咁。佢頭先話10個喎，即係你入到班房，哇好多人啊！其實之前喺你啱做民陣啊，你講過一條公式嘅，之後我就有啲概念。公式係咩？就係咩警察加民陣隨意啊嘛，呢個大班講嘅。咁呢條公式係可以再溝水噶嘛？個問題係唔係？我反而想問你哋，好啊！你哋都經歷過集會，經歷過遊行，經歷過示威，經歷過雨傘革命，同埋經歷過一田排隊噶嘛？減價時候，你點樣去有一個人數嘅概念咧？即係話呢度幾千人，定喺呢度1000人，定喺呢度500人？有時我哋做編採，我哋《遠時報》出做編採，我哋都要報噶嘛。哇！呢個站嗰度咧已經有超過500-600，你哋點數？你哋有冇概念啊？你係咯。我冇啊！我望班房都幾百人。嗱，探姐逐個數，所以我從來我銅鑼灣冇你數咯。我銅鑼灣梗係佢。我每次答你哋嗰啲都曬嚟㗎。啊！真係阿樹教完做節目，真係我有邊次答你哋唔係答實數啫，真係西非你喎咁樣。阿 Emma 就冇概念啦，超過20個人去英國。我有概念嘅，我係大家好，我係伊人啊。我概念就係譬如。你中學時候咪會去禮堂集會嘅，係啦，咁嗰陣時咪大概有幾百人到咯，係啦，咁咪個概念就咁樣啦，係啦，即係譬如係嗰、那個圍院咁啦，燭光晚會，我哋數翻，譬如有幾多個足球場，咁、那個足球場嘅面積係幾多，咁我哋每個人嘅佔嘅面積係幾多，咁樣就我哋而家容納咗3個足球場啦，咁就可以其實大概會睇得翻一個人數係幾多啦。但你又唔知一個足球場可以容納幾多人噶嘛？喺我的概念就係22人咯。連埋周邊啲領隊啊，咁樣連埋旁證，我都係用依人嘅方法嘅。但係呢個睇你間學校啦，因為好多我譬如我以前讀嘅中學咧，就翻入課室前要集會嘅，即係你要排曬隊咧。早會。早會嘅，咁又要念經，又要唱校歌，跟住副校長出嚟鬧人咁樣，跟住噏完一輪嘢。咁但係我學校係連無間士 ，form one 到 form seven， 跟住七班三班咁樣就係1000人到。咁我咪大致知嗰個框企密曬，咪1000人咯。咁我就以嗰個框嘅概念去乘上去咯。咁呢個就係我對於人數，我拆開咗人數嘅概念啦。跟住 chat room 有人話是啊，即係尋日就開始滾動集會咁，尋日仲有人絕食添啦，你唔講係唔知咯，都唔係尋係6月14日啦，前兩日啦，咁就開始咧就有大概係20名嘅基督徒嚟嘅，咁就開始喺立法會門口就絕食，20都要約嘅。是不是 Emma 數的呢個人？他報紙是咁寫，我都係用翻嗰個講法啦。約20名嗰陣寫，咁就發起咗呢個咧禁食祈禱行動。咁全程進行呢個禁食祈禱嘅咧，就有5位，即係全程都唔食嘢啦。講緊係有5位啦。咁剩低咗約15個咧？剩低咗約15個咧，咁佢哋就係
以輪流的方式係禁食嘅，係啦。咁就期間咧會飲下水啦、葡萄糖水啦、飲下運動嘅飲料啦等等啦。咁啊過程咧係有醫護人員咧監測住佢哋嘅情況嘅。咁有個得意嘅講法咧就係咧組織嘅發言人兼牧師呢位劉志雄咧，佢就話啦，佢呢個就唔係絕食嚟嘅，佢係期望透過禁食祈禱嘅方式去表達反對假普選嘅訴求，強調咧禁食咧係懇切向上帝咧就禱告嘅方式，係並非絕食施壓嚟嘅。即係佢向上帝去，佢俾壓力先，上帝上帝就唔係俾壓力政府。佢話唔係施壓，佢話係懇切咁樣向上帝禱告嘅方式，我唔係好理解，可能我喺宗教方面唔係好理解。自自解啫嘛，祈禱咯，咁即係祈禱咯，冇嘢咁樣。咁但係因為有報章就話係絕食，咁有幾位人士絕食。咁我今次就建議輪流絕食好啲，輪流算啦，即係又冇乜特別嘅呢啲嘢咁樣。咁又係嗰句啦，即係否決咗咪得咯咁樣。咁嗱，否唔否決好難講啦。即係其實我係。我甚至想講咧，自從出咗一億呢單嘢之後，真係長毛呢單嘢之後咧，我個心即刻寒一寒嘅。我係覺得哇，唔係喎，睇嚟會過喎，睇嚟個勢，大佬，即係唔係因為我知道有一億呢件事啊，而係點解會擺咗上嚟之後，最奇怪係咩咧？我而家講埋啦，上面本來又唔想講，都好似好笑咁。其實係唔係本來我都唔值得講，而係大家都好奇怪，就係話講阿長毛點解會講呢一億嘅嘢出嚟？可能有奇怪，你有幾個點啦，即係第一就係點會有人收買佢啦，第二就係點會有呢個人啦，第三就係佢值唔值一億啦，可能有呢個諗法啦。但係其實在於好多人嘅心目中，其實呢件事咧。呢啲咁嘅留言係已經係好多年啦，即係尋日啊大亨都有講啦，即係老蕭講唔少啦，呢咁嘅留言咁樣，有呢啲留言係真嘅，但係呢個留言係堅定留啊，再你自己再判斷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最懷值得懷疑嘅地方就係長毛點解縮沙啊嘛，即係對於我嚟講啊，即係突然間，咦？點解你講咗係有冇即係講咗咪算咯？我都有啲嘢，即係你話當炒花生又好咩都好，點解咁煞有介事要縮咧？呢下我先驚啊嘛，驚你要保護啲乜嘢，跟住縮，跟住我先驚啊，係咪會通過咧？咁樣呢個係我自己有啲懷疑啊。當然呢啲只不過係啲無謂嘅陰謀論啦，我覺得亦都冇乜必要再討論落去啦。雖然我尋日都有同啲朋友仔討論，但係過多兩三日就水落石出，究竟件事係點樣啦咁樣。咁呢、這個跟住去到譬如呢兩日最多提咧，關於立法會嗰方面咧，就係講個布防啦。咁而家咧就講到布防咧，好似係摩連奴布咁滯。簡直係密不透風啦咁樣，而家有咩新嘅安排呢？即係喺17到19號呢個期間。咁佢喺17到19號就有啲特別措施嘅，咁佢分別有10項特別措施啦，咁有暫停。十一啊。十啊，我呢度就咁數到咁。係咩？嗱，呢度六個，呢度十個。死啦！我數數字真係好有問題，十一個。係哇，譚生果然有阿薯教完做節目唔同曬啊，數數字都清晰啲啊。咁有十一個唔同嘅特別措施啦，咁例如啲公眾服務啊，例如入去圖書館啊，或者申請申訴辦事處啊，都去唔到啦。教育導賞團冇咗啦，關閉立法會嘅餐廳啦。慢啲講。咁議員咧入嗰兩個大堂即係佢哋用嘅升降機咧，亦都有用嘅人嘅限制啦。即係淨係俾議員、官員同埋佢哋係秘書處嘅職員用，咁即係外人就唔准用啦。咁跟住咧，立法會五樓嘅議員活動室外咖啡閣啊，呢一啲地方會客室都會關閉嘅。咁喺秘書處入邊嘅職員同埋實習生如需。如果喺運作上面，你可以等我講慢，唔好心急。佢叫我講慢啲，係啦。咁喺實習生佢個運作上面，如果冇需要特別要翻公司嘅話咧，咁就建議會在家工作嘅。咁好嘅。直頭要在家工作啦，呢個唔係建議。咁如果佢運作上有需要，佢就要翻去噶嘛。即係你唔使翻咧，即係如果你嗰個工作唔使翻去咧，你就可以唔使翻啦。耶，可以放三日假啦。例如你可能有啲係做 research 啊，幫人哋度稿啊，或但係唔關呢個議決案事嘅話，咁就唔使翻去啦。咁禮拜三咧凌晨開始就要停止接待議員嘅訪客。之前進入的訪客屆時亦都必須要離開嘅，即係唔可以通宵開會啦。總之凌晨開始就會趕曬所有人走啦。咁有特別嘅原因獲行管會同意外咧，每名議員最多有五名職員可以留喺大樓嘅辦公室入邊嘅。嗯，係啦。咁跟住仲有議員嘅職員咧，要
要去翻佢哋個辦公室所屬嗰個樓層啊，即係唔可以去其他層啦，就唔可以玩撳 lift 啦。咁咧，秘書處咧，唔係佢可以撳完唔去嘅，唔可以係啦，唔可以走嚟走去啦。咁秘書處咧將安排車輛接送議員前往及離開立法會，即係佢哋都唔使自己揸車翻啦。咁政府亦都需要預先通告會去立法會嘅公職人員名字及數字嘅。呢個就係、是立法會裏面嗰、那個即係、行管會定咗出嚟嘅守則啦。即係呢幾日裏邊咧，其實簡單嚟講咧，就外人就唔好入立法會啦。即係包括係訪客啊，或者即係議員都唔好接待咁多外人入嚟啦。咁其實就免得咧就即係堡壘裏邊攻破啦。簡單嚟講、即係慎防裏邊收起啲人士啊，咁樣就。其實講到尾好簡單啫，就係、是、擔心啲人衝入立法會嘅啫。咁又咁講咧，即係你呢個係立法會裏邊嘅布防啦，佢哋嘅處理方法啦。外邊有其他處理方法就係、是光明頂續集啦，咁樣就係、是死差佬咧就而家咩7000個警察就分兩間啊嘛，咁就喺立法會外邊布防，咁就係慎防有激進派嘅人士喺度啦，即係佢咁樣講。咁啊呢個內外都有佢哋嘅處理方法。嗱講到尾咧，其實都係得一個原因嘅啫，就係驚衝入立法會，跟住就可能。是類似台灣式嗰種佔領啊，或者、搞事啊，或者派有人類型揾阿張麗雲啊咁樣，唔知做咩啦，影張相咯，影張相啊咁樣，諗起就開心啦。咁都係驚呢樣嘢。哇！但係前提係咩咧？前提就係你個政改要通過咗，你先有人衝入去噶嘛。嗯、即係如果唔係就當然啦。你可能你話會唔會政改唔通過，都會發生一啲激烈嘅行為。有一啲本地嘅激進組織。會揸曬槍嘅，即係譬如影 poster 會揸槍嘅，即係黃國興嗰啲，一啲周融之類嚇，屈永賢之流嗰啲嚇，嗰啲咁嘅人士，如果發覺政改唔通過，一時咧，跟住就佢哋衝啦，係啦，嬲一老羞成怒，突然間就衝入去，跟住打下長毛啊，打下網民啊，呢、這個可能性咧。我不排除的咁樣，因為人癲起上嚟咧係冇得好講，尤其是係屈永賢喎咁樣，我都係估啫，我唔係話你啲乜嘢，一陣子我登報道歉就唔好啦嚇，咁登二時報。咁呢、這個但當然啦，呢、這個講笑啦。前提其實就係、是如果政改通過啦，嗱，我唔知佢哋本身有冇一定嘅盤算啦。即係你都係一啲好李八方啊，好 Emily 式嗰啲咁嘅盤算，你會覺得會唔會好即係？即係點講啊？就哇！而家布防布到咁勁，曾國成又煞有介事咁同行管會開會，要有咁多嘅措施，慎防危險嘅事情發生。咁係唔係佢背後已經暗馬底已經收到風，即係知道有啲票已經過咗底，已經轉咗態，係會通過咧？嗱，唔知嘅咁樣。但係起碼你喺布防嗰方面咧，就見到嚴密啦。跟住早兩日咧，《蘋果日報》就話有條咩啊？有條秘道啊，係咪啊？嗯。有條就話即係之前一路都話有立法會入邊係有條秘道，方便有啲咩事嘅時候咧，咁警察咧就可以喺警署嗰，即係可以經過嗰條秘道喺立法會入邊度出現翻。嗰條秘道係咪即係係咪蘋果影拍低咗條秘道？就話裏邊就可以，裏邊有幾百個差佬啦咁樣。哇！嗰條秘道嘅另一邊喺邊嘅咧？我唔知喎，唔知道。咁跟住阿周成就話冇呢件事啦。咁嗱，關於布防嗰方面咧，就周成有啲説法嘅，有個 blog 咩，我哋可以睇下佢講咩啊。不存在話有一個秘密通道咧，警務人員可以隨時由政府總部直接入到嚟呢個大樓裏邊嘅。咁如果當秘書處確實相信係有一個實在嘅危險，非得要揾警察入嚟呢個大樓布防不可嘅話咧，佢就會向我同埋向兩位。當然委員報告，咁我哋研究咗之後咧，如果認為係有充分嘅理由，我哋就會同意。警方咧係有責任去應我哋嘅要求，嚟到協助我哋維持大樓裏邊嘅安全同埋秩序，亦都只有警方先至有能力係做得到。所有嘅議員，大家都係非常之重視。我哋要維護立法會的獨立性、議會的尊嚴，這點是毫無異議的。但是呢，我們亦要指出，維護議會的獨立性和尊嚴，首先我們就要保障
立法會的會議能夠順利進行，不受干擾，保障出席會議的議員、官員、工作人員能夠安全地、有尊嚴地進出這個大樓，否則的話呢，就談不上議會的尊嚴、議會的獨立性。如果我們連會都不能夠是按照我們的安排順利進行，議員都不能夠順利出入這個大樓的話呢，如果講獨立性、講尊嚴，就是一句空話。剛才播兩個博麥啦，咁第二段就講到，即係話有人問及咧，就話如果首先就會唔會預先就有警察入咗去立法會裏邊啊？呢、這個之前已經提過啦，就這個就係捍衞緊一個三權分立嘅原則嘅問題咧。咁執法部門咧，即係警方咧，就理論上就唔可以進入立法會嘅，即係唔可以輕易咁進入立法會啦。咁樣咁啊，得到會唔會得到行管會嘅准許，或者喺個求助嘅情況之下先至可以入去咧？嗱，其實頭先周浩成已經再一次再釐清了這件事，就是說你沒有我開聲，你不要拉入來，就是他說這件事，就是他也都講清講楚。另一件事關於那個秘道，剛才探仔找了一些資料，就不知道，其實我又沒有認真論這件事，我懷疑只不過是火烈那些社火區，就是他說到說，就是那條通道呢，就說即係蘋果講啦，咁佢就係講到話咧，其實就連住咗好多隔離嗰啲政總啊、立法會啊，咁連住曬通嘅咁樣。咁嗰條通道咧，平時咧就攞嚟係貨啲清潔工人啊，或者可能你係有一啲貨物出入咧，嗰啲送貨嗰啲出入嚟做一個通道嘅。咁點解蘋果講到話好勁咁咧？佢就話嗰條通道咧就即係好大條啦咁樣。佢就話嗰度咧就搬咗啲設備入去，咁啊方便啲差佬對住有需要可能可以進駐到入去喎。咁樣，咁佢話有啲咩加咗入去咧？咁佢就講到就話啦，咁裏面擺咗好多凳入去啦，咁樣咁就可以方便咧，咁就即係佢哋可以休息啦。咁同埋咧就話咧嗰個通道咧就冇冷氣嘅位置嚟嘅，咁所以咧就加翻啲風扇啊咁樣成咁樣，同埋有一啲飲水機啊、微波爐嗰啲嘢喺入邊咁。貨佢哋即可能有需要長時間嘅行動嘅時候咧，都可以喺中間做一個即係休息嘅地點。哦，即係蘋果嘅意思就話咧，原本就有呢咁嘅地方嘅，只不過咧就加咗咗設施。咁嗰啲設施咧就反映咗咧，可能就住一大批嘅人咧會喺裏邊流連嘅。咁你可能就會聯想到呢班人係咩人呢，咁就好可能係警察啦，咁樣咁就先覺得會有個秘道咧，會有其他行動。咁周成澄清翻話冇，咁你話冇咯，你都話自己唔係共產黨黨員啦。咁又唔重要啦。講翻譬如我哋啦，即係粵公民啦，尋晚已經講咗啦，我哋又唔特別喺呢個行動上邊舉旗，跟住有啲咩行動會擺咗落去嘅，因為就係、是、其實你即係建基於代議政制嘅説法啫嘛，即係你既然呢一班都係泛民，呢班又話有飯盒會，又話捆綁，就算唔捆綁又好啦，呢班都叫做自稱係泛民啦。咁你亦都預計咗呢班係會投反對票啦。如果係咁嘅話咧，理論上就冇冇社會行動或者冇民間參與嘅需要性喺度嘅，因為既然代議士都做咗嘢，就唔使民間嘅團體做嘢啦，亦都唔需要市民需要額外工作啦。但係你話你我哋唔會動旗嘅，但係你話會唔會都會有人去啊？或者睇下情況啊？其他嘢咁可能個別嘅決定啦。跟住你話呢幾晚會唔會即係譬如聽日開始開會，會唔會都喺放工之後多人聚集啊，多人喺度滾動咧？其實我又覺得會嘅，因為自從反高鐵之後咧，其實大家都渴望喺立法會門外睇住個大幕之後拍手掌啊，喺度鬧啊咁樣，唔知大家又好渴望做嘢，都會多嘅。我諗你話兩三千人啊喺度聚幾日，跟住都唔奇嘅。但當然咧，這個就成如之前都不少嘅文章都會提過啦。咁但係問題係聚咗要做乜嘢？即係聚咗喺度啦，跟住政改假設真係唔通過啦，你係咪就拍手掌慶祝咧？咁但係你又唔係慶祝得啲乜嘢啊？你又得唔到個咩勝利？你只不過係未死咁解啫嘛。咁跟住就會停留咗好尷尬嘅位置啦。咁但係呢個就睇下之後嗰個行動會係點做咁樣。呢個就我哋嘅想法。咁如果通過咗，我梗係反嘅台啦，頂起個肺咁樣，就梗係有其他嘅行動會出現啦。咁呢個就留待翻即係通過之後先至係點啦。咁樣呢個就係暫時出嚟嗰個新聞報導。咁我諗我哋呢個禮拜都會密切留意翻政改嘅事件嘅。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講第二樣嘢。